也是我必须要带的，像去泰国这种露胳膊露腿的地儿，不得把毛脱干净啊。这个也很方便，而且有个小袋，这个一插就可以用了。哔哔哔，这个是自拍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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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看我包里会带什么吧。我的证件照，来泰国一定要准备两份的这个证件照。带下的话就是带，还有就是我随身带的眼影，除了这个盘，还有就是 UKIS 他们家的眼影，就是很小一个，就很方便。到，哇，好专业！哇，这个首饰一出来，哇！还有就是这个了，我觉得这个要推荐一下给大家，这个睫毛定型的，这个我泼水节那天我一定会用这个，就不用再画眼线了，就薄阴妆。我的 vlog 营业啦，我们马上，我的 vlog 营业啦，我马上出发去泰国啦，希望玩得开。